哇！你係獲發達啦！柏林家姐，你睇下呢段新聞紙嗰吧。想做女大明星嘅快男啲嚟，本公司自從開咗影畫戲人員養成所以嚟，已經訓練過男女學員唔少過700人。依家女演員雖然多，舊班擔正做證人包頭仲係算少。今日特登登報徵求，如下便列出資格嘅靚女。 唔该，早啲死尼本公司面见黎碧海导演入选嘅新水重优，此报。第一面貌端正，第二身高由5英尺3英寸至到5英尺6英寸，第三重量由95磅至到120磅。铜锣湾梨园入边果间香港影片公司睇。柏林家姐，今日老娘实行唔接花贴，等我快捻啲装身。 搭叮叮死落铜锣湾利苑线，心肝宝贝嘅波姑颈姑，快捻啲装身！我哋去你舞台睇影画戏。柏林家姐，快捻啲着翻最靓嗰套猪片旗袍。 喷返啲花旗林文烟花露水去睇我踩嘅戏啦！系呢，永姑，你唔用返个花寨名永姑，又唔用打机博真名曾伟林，改个艺名做许梦恒嚟踩呢又？调你光头佬都按狗狗，行路上广州嘅路娘踩呢出咗慈禧曹。 德国十鸡屎工钱，就要剥晒衫裤，向镜头前边跳艳舞，俾成间戏院啲马甩佬睇晒。就算老娘系斗泥都要做老举，话晒都系喺唐西最上流嘅花寨树揾食，点可以整丑嫁几个名噶？呢出咗《慈禧曹》，由黎碧海根据《三国演义》自编自导自演。 嫁机做返男主角导师佐慈，联埋香港影片公司嘅养成所学员嚟踩，由刘洋剑声嘅彭年揸机拍影，场景响梨园入边搭座大戏棚嚟拍，外景响柴湾海皮树拍嘅，系出大队头大制作，戏巧讲恶贼曹操谋朝篡位，残害忠良。 导师佐慈点捻养晒呢当恶贼七？听讲话影画入边啲道具、戏服、宫殿布景，隆重都系考据过古籍制造出嚟，耗资咗3盆水咸龙，拍足4个几月，制作好捻认真㗎。